全市的疫情近几天呈下降的趋势，单日新增报告100例以上的街症已连续3日降低，社区扩散得到有效的遏制。浦东、闵行、松江、青浦和普陀等5区近3日疫情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。徐汇、杨浦、虹口、长宁、宝山和嘉定等6区，疫情总体处于平台波动的状态。黄浦区的疫情仍有小幅的上升，静安区的疫情上升的趋势趋缓。奉贤、金山和崇明等3区疫情持续低位，金山区和崇明区首日达到社会面清零目标。